电视公司和香港亚洲电视台现在正透过卫星转播台湾地区的贺中秋的节目。那么现在让我来用几句广东话向我们香港的地区的朋友打声招呼。各位香港地区朋友，我是冯菲菲，我现在在台湾高雄和中正文化中心问候大家。今晚呢，我知道现在香港地区天气挺好，但是我们这里就不太好了，因为今天呢刚刚好就外背台风进入台湾，现在高雄地区呢都是暴风圈里面，但是我们为了这次港台千里共婵娟，我们克服其他的难题来转播今晚港台两边贺中秋特别节目。我现在代表台湾地区朋友祝你们有个最愉快的中秋佳节，多谢。非常不好意思，这个我广东话讲得不好，希望我们这个香港地区的朋友能够听得懂我。那么今天呢，在节目一开始我会为你介绍一位特别来宾，他是一位非常特别的人物，因为他的观众呢是遍布各阶层各角落，而且近20多年来是观众心目中的皇帝。各位朋友，我们一块来欢迎杨丽花。我们的孙膑不但下山，而且下高雄来了，谢谢。你好，谢谢。很难得呢，今天能够赶到现场，和高雄地区的朋友一块来过中秋，跟我们朋友说几句话。现场亲爱观众朋友，在座的来宾跟电视机旁边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晚是8月15，祝大家花言月好。虽然没有月好，但是大家一块团圆，气氛比花园更月好呢，更加来的融洽。非常谢谢您今天的来临。那么我想今天既然到现场来呢，有几个我先讲讲我的个人一个小故事给你听听啊。好好。我记得我以前念小学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有一次呢到我们家乡桃园大溪呢去公演，那个时候呢我是你的小戏迷，我经常放了学以后呢跑到戏院去逛，就看那个戏尾巴。戏尾巴叫戏尾啊 ，Q 戏尾，哈 ，Q 戏尾。然后这个戏尾 Q 完了以后呢，还不甘心，我还在戏院的门口等到你们呢卸完了妆出来的时候呢，在目睹你庐山真面目以后，才心甘情愿的回家。那你 Q 戏尾啊，看的那么多次，你就捡到什么东西？捡到什么东西？倒没有，我会看啊，会 Q 啊。你 Q 戏尾啊，到底有 Q 到寡戏的多几点？寡戏多几点？歌仔戏。是这样子啦，我是。因为我唱流行歌曲呢，我是会了。你说 Q 一波呀，我只会听，只会看你这个唱跟做。那你说得到一些什么那个有启发性、建设性的？没错，我想到稍微有吧。怎么？你的意思？因为广东歌啦、国语、台语，还有那个英文都会唱嘛。日本歌你也会唱，我相信你歌仔戏稍微会唱。哎呦，今天在座来宾，我相信这灰灰从来没有唱歌仔戏的调子，但是他学得很好。晚上让你们有一个眼福，叫他来唱歌好不好？唱歌仔戏的歌好不好？好。哎呀，你在害我啊！我不会害你。不是开玩笑，真的想那个是吧？我可以用试试看的。票戏一下，当然在杨师傅的面前呢，实在是蛮不好意思的。唱歌仔戏真是有够不好意思的。那不过你太谦虚了。不过你的盛情难却呢，我就试唱一段，好不好？好。那我就来一段这个《平贵回窑》。
平贵，九瓶鬼灰油啊，王宝钏薛平贵，对不对？啊，那好，对对好，很好。你稍微降低一点水准来听啊。阿来，心那卡贝贝。你唱那么好，早知道你唱的歌仔戏调那么好的话，没有杨丽花存在了。哎，你不这么说，我本来是想啊，哎，有一个问题，刚刚啊，旁边有位你的戏迷呢，希望透过我来请教你一个问题，也是我的问题啊。嗯，你当初就是为什么会选择反串小生这条戏路？因为我从小就跟妈妈。因为妈妈以前也是演小生的、oh. 但是这个难免嘛，妈妈演小生，小孩一定跟着她走啊，对，会影响。还有我从小是很男生，小男生一样很皮，好好啊、在十二岁的时候我讲了我的小秘密，十二岁还没有穿衣服呢、oh. 还不穿衣服，很像小男生一样，所以我爸爸是常常拿那个小棍子都要打我揍你啊，所以我妈妈说哎呀，他还是演戏，这演小生比较好。结果你到几岁的时候呢？你的性别才会分辨出来。嗯，我这么是，哎、怎么可以讲出？不是，因为你刚刚说你从小就好像小生一样，不是小生，像男生一样的不穿衣服，不只是开玩笑。那么其实呢，你说唱歌，虽然唱歌没有什么反串不反串的，你看看我这一身，我们两个不谋而合啊。虽然款式不一样，颜色相近的，不过，但是我的动作也蛮像男孩子。哎，对。不过是不是将来有机会呢？这个杨丽花歌仔戏团在招收团员的时候呢，我能够上你那儿去当个跑堂的。不要这么说吧。我从14岁就开始训练小生。训练小生，所以我上台就样样就是学啊男生的样子，但是下台我是女生的，为我女儿的心，绝对是温柔，哎，绝对是女生，对，这个绝对没有问题。哎呀，不温柔我怎么结婚了？不开玩笑。那么刚刚我是歌仔戏，我是唱了，那么你当然了，你前面就是孙膑已经下山完了，但是歌仔戏的一面大家都知道。今天既然到这儿来的话，希望给为我们高雄热情的观众朋友们呢安排一首流行歌曲，好不好？因为唱的流行歌曲对我不内行，那我专长就是歌仔戏嘛。那我们也降低水准，我开玩笑，就应该唱流行歌跟你学的。哎呀，不要这么说。到现场来，我总是不能空手回去。对，应该带点礼物。现场来宾也不能原谅我啊。对呀、啊，对呀、啊啊，不可以。喊妈妈听啦，因为我的声都不够好，我凊彩就恁凊彩家己听。啊，不然就凊彩甲拍谱啊。对，凊彩拍一个谱啊。很好嘛。不好啊。很好嘛。101条。不，好听的。跟会唱的一首都够了，一首走天下。我最怕就是那个歌仔戏的调子跟流行歌曲混在一起。倒不会，因为这首歌蛮适合这种表现的方式。那么我知道你今天晚上呢，好像不是你一个人来哦。本来我不敢唱歌，本来我有带打手来，带了一个帮手来，帮手来打歌。哦，结果你自己唱了。哎，结果我不唱也不行啊。哎，对，不过既然帮手已经带到了，以后我们要看看这个帮手本身表现如何哦。嗯，是不是给朋友们介绍一下这位帮手？好。哎，这位帮手是不是？是我最小的弟弟，叫阿班。阿班，林明亮啊，林明亮啊，哦，这个名字取得好哎，怎么好？这个取得好，哎不，有个问题不？啊，什么问题？我跟你慢慢商量一下。好，林明亮对不对？对，
你杨丽花不，你们是同胞姐弟吗？啊，同胞姐弟吗？对啊，我们这同父亲、同母亲都是我们兄弟，应该是同一起吧？是，同胞姐弟。那么是，对，请教你一个问题，你们到底是姓杨还是姓林？啊，我本身姓林，哦，啊，弟弟也姓林啊。那是艺名是杨丽花，你说是为什么我姓杨是吧？啊，对啊对，这点我不明白。我妈妈是杨好，因为我没有改艺名啊，我请问、你没有改本名，嘿嘿嘿。对，所以我就那个比方说是要杨丽花比较好，所以我跟着母亲。跟着母亲姓，那我明白你意思了。你就说因为笔画好，那就跟着妈妈姓，那也没错。这个女孩子跟妈妈姓，男孩子跟爸爸姓，很公平啊。那你呢？你姓凤，凤辉辉。不，我特别要强调一点呢。其实我们是本家呀。我们本家，我也姓林。哎，很多人都不晓得了。很多人不晓得。嗯。可是，在演艺圈里头啊，姓林的，也就是就是那个女孩呢，特别能干，像那个林青霞啦，林凤娇啦，你不跟妈妈姓就是林丽花啦，好，还有鄙人就林菲菲啦。这个秘密是很好的啊。那好，你刚刚提到林明亮，我是觉得啊。这个名字取得好，就是像特别在今天月到中秋分外明，那么我想是不是让他我们见一见这个明亮，我们这个明亮小弟弟。好，我还有我们带两个是爱徒来推他出来。你介绍一下好不好？好，是陈雅兰跟季丽如嘛。这是两位现在正在演这个孙膑下山的主要的演员，我们一块来欢迎他们。她好漂亮哎，这个跟我像不像？某赶快，某赶快，林明亮你好。你好。你第一次到出现在荧光幕，对不对？对。心情怎么样？有点紧张。有点紧张。不过姐姐在旁边给你打气呢，你不要紧张。那么，林明亮呢，我特别要强调一点，因为他个人在行动上不方便，不过呢。他今天也是老远的从台北赶到高雄的现场和高雄的朋友见面，那么特别他带来一首他在荧光幕献给各位观众朋友的第一首歌，这个精神我们可嘉，我们给他一点掌声鼓励。今天给朋友们带来什么歌曲？今天唱一首我的新歌。你的新歌？将出版的新歌。对，就是歌名是《二十一世纪》。二十一世纪非常先进的一首歌名，来，我们一块来欢迎林明亮的《二十一世纪》，我们到旁边来给他鼓励鼓励。
观众朋友可以见到他。生长的树，迎着招来的寒雨，关来的风，我们等着下你的成熟的种子，等待何时一世纪，等待发芽。何时一世纪是我们的世纪，和他的小弟阿班林明亮，同时还有他的两位团员陈慧莲和季丽茹两位一起来参加这段的节目。